应景田现身上海某服装品牌活动现场，不甘单调的他在活动上连换两套造型，甜美大气的风格完全把夏季裙装造型驾驭得游刃有余。他的第一套造型主打清新的粉色格调，圆领加无袖的简单裁剪虽算不上华丽，但是符合了时髦精们对于裙装的所有要求。你们一定在心里揣测，这么好看的裙子怎么不得要个万八千的？然而我扒了下裙子的价格，人民币1299，比起其他明星动辄上百万的礼服，今天这件就显得超级接地气。踩上银色高跟凉鞋，照样时髦的没话说。今天的第二件连衣裙依旧是走简约路线，清爽的白色就更偏向于大气优雅的风格了。和刚才的那身小粉嫩比起来，生生穿成了姐妹花的感觉，有没有？这件白裙的价格更加亲民，人民币700都不到，但是穿在景甜身上，我总感觉像是有6000加。果然，时尚气质和价钱无关。要说女生们为什么都嚷着要减肥，您看剩下来的景甜就知道了。比如这件性感满分的 Dior 2018早秋系列抹胸连衣裙。一个好身材还真就驾驭不了呢。然而再看减肥后景甜的上身效果，胸腰腿该有的都有了，是不是非常一致？在品牌活动上，景甜还不忘身穿斜肩连衣裙秀了个美肩，弧形荷叶边果断为甜美加分。在俏皮蝴蝶结的衬托下，甜而不腻的最高境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。连非常考验身材的露腰款式，我们大甜甜都毫无压力。